啊，国庆大会，国庆大会每一年拢有国外领唱，当然拢邀请有这重要意义的人士来领唱。今年又规划中华民国籍这个雷敦和新妇，啊，佮有这个出名钢琴家唐天子，以及三十位东南亚新住民做伙领唱，展现多元族群的融合。同时，陆军航特部运输直升机嘛挂大型国旗，飞过观礼台，气势十足。在国庆大会上担任国歌领唱的雷敦和新妇，甲钢琴家唐天子，以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带领三十位东南亚新住民，展现领唱一个外国的成果，和观礼台上呈现多元的色彩。当时阵，陆军航特部运输直升机嘛吊挂大型国旗，飞过观礼台，随着国歌飘扬，使人赞叹。每当的国歌领唱人，拢对台湾有重要意义。为了呼应今年的主题，以多元族群共同领唱，嘛代表伫台湾这块土地上和谐融合的精神。